안녕하세요. 我是王大陆思密达，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我的少女时代，也是我主演的青春爱情故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它是讲一个从女孩子的视角遇到一个这样可爱的浪漫的一个男生，他会给你无限的想象，希望你们有一样的共鸣。 然后有一样的青春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部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。